我不喜欢吵架，我一听到别人吵架的声音，我就会很难受。没事，你要不想说就先不说了。别说我了，你好点没有？感觉好点了吧？好多了，先喝口水。谢谢啊。慢点。我先去拿报告。啊，报告，好。等我回来。拿到了。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想吐就开孕检啊？我怎么可能？校庆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怎么了？那天晚上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？确定？喝多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不要那么在意好不好？我没有喝多。安全带。你还好吗？需要我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的药。今天谢谢你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同学，
你的这幅画我很喜欢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我叫裴俊。我叫安然。很多时候，陷入感情的我们会变得不知所措，多巴胺推着人突破安全区，却又在某些时刻发现所有的胜券在握都是错觉，前进或是后退都无法得到正确的距离。我今天坐公交，待会儿要去东街办点事儿，就不和你迷路了哈。